胡韵颖。沈琴，打起精神来，今天又是战斗的一天。臭赵赵，空了再来收拾你。嗯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突然眼皮一跳，大概有人在背后说你吧。我知道是谁。只可惜啊，我们家星耀早婚，现在孩子都两个了，脱不开身，不像你们家琪琪这么能干，快三十了也没见谈个恋爱，自由自在的多好，当父母的也清闲。女孩子再能干，终归还是要结婚生子才行。哎，正好我表姐家儿子今年要从国外回来。爸，我突然想起还有个会，不比星耀清闲，对吧杨阿姨？毕竟好几亿的生意呢，就先走了。所有备展产品我都要亲自问过。申琪，你又来了，这次可是死命令。福安集团的儿子，长得帅还能力强。姐，你就饶了我吧。这你都还看不上？申琪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就是不喜欢不合适嘛。行吧，那你给我个标准。不知道。你知不知道外面都传你从不谈恋爱是因为你是。是什么？是。好好好。我喜欢出身好武功高人帅心善有家国抱负的。行了吧。你古言小说看多了吧。我就喜欢这样的。你有喜欢的人了？没有。我只是更喜欢独自美丽。喜欢吗？该怎样呢？晚安。琪琪，公司有事，爸爸不能来接你了。奶奶，我要个棉花糖，不用找了。小姑娘一个人吗？我爸妈没时间陪我。看你这么大方，我送你面镜子吧。你是谁？我是谁？我叫申琪。赵赵，你怎么跟古代人一样？我们这儿人都这样。你生活在哪个朝代？齐国。没听过。没听过就算了。你告诉我不就行了？傻妹。赵赵，今年生日又只有我一个人，我不是人吗？是喜欢吧。完美。赵赵，下班了。你这是做什么？好看吗？无事献殷勤。切，除了姿色外，你有什么好图的？这么说，你是图我的姿色？表哥，伯母让我送安生茶过来。我已经歇下了。是表哥。你早点睡吧。好，祝你有个好梦。怎么就怂了呢？他对我没感觉？如果一男一女
从很小的时候就互相认识，相互陪伴，相互鼓励，直到快30都一直单身，他们相爱的几率有多大？青梅竹马。他们只通过一面镜子，通过视频联系。你网恋了？是谁啊？长得帅不帅？什么时候奔现？可这么多年，人家都没表示过。还没到点。昭昭，你今天又在干嘛呢？把屋里带血的东西全都收拾干净。是。你又打架了？还是逃不过你的眼睛。下次打架让我也看看吧。那种时候怎么顾得上？我看你挺能打，怎么顾不上？生气了？是啊，你怎么哄我？昭昭， I love you。 你在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好梦的意思。那么 I love you。 晚安。你就是我的盖世英雄，将我从泥沼解救。你有心事啊？左右不过潮汐变换罢了。你小心些啊。我知道。提案通过。一切顺利。I love you。昭昭。昭昭，他怎么了？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担心有什么用吗？什么也做不了。昭昭，你听见我在叫你了吗？昭昭，你来了。你去哪了？执行个任务。让我看看你。我在沐浴。你就不能换个借口吗？每次受伤了都这么说。对不起。发生了什么？我就一个人受了点轻伤。是女子，好一出英雄救美的戏吗？怕不是还要以身相许啊？生气。你就没想过我会很担心吗？
你与公主有救命之恩，公主以心悦于你，朕特赐婚于你和公主。皇上，臣不能娶公主。大胆！微臣不敢。皇上，臣不能娶公主。你想抗旨？臣不敢。臣常年征战在外，且不说在京时日不多，跟时刻准备好马革裹尸，许诺不了公主的未来。你一心为国，公主定然不会介意。臣不愿迎娶公主。大胆！你在抗旨？微臣不敢。不好意思，我并不打算恋爱或结婚。你倒是坦白。我不想浪费彼此时间。行，反正我们都是被逼的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一个女人难道真的一辈子不结婚吗？我不结婚。你非得跟我对着干，不惜拿自己的终身幸福来报复我。你错了。第一，你不值得我报复，哪怕花一点心思在讨厌的人身上都是在浪费生命。第二，结婚并不一定会幸福，这一点背叛家庭的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第三，从未陪伴或支持过我，你有什么资格对我的人生指手画脚？你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东西啊？我又没求你把我带到这个世界。陪我喝酒吧。好。昭昭，你不成亲，没人会逼你吗？我父母皆已故。对不起，我忘了。如果一定要成亲，你喜欢什么样的？我娘在世时，总想给我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大家闺秀。在你们那儿，我算吗？算吧。你为什么不娶妻？常年征战，朝不保夕，娶了谁都只会苦人家姑娘。你不能不做武将吗？你畏惧乱世，不知百姓多艰，如我一人可换边陲片刻安宁，焉能退却？你这么一说，他觉得自己太矫情。昭昭，你爱我吗？我希望你幸福。我要睡觉了。只是希望我幸福吗？昭昭，你爱我吗？你既不肯娶公主，便去燕山寨平寇吧。道寇一日不平，便一日不得归朝，一月后启程。燕山寨流寇盘踞数十年，朝廷数次围剿皆以失败告终，历次主帅均被杀死，故而已十余年不曾采取激进手段。现在突然让你去剿匪，分明是让你去送死啊。道寇为祸百姓，我等武官，剿匪本就是职责所在。你能别这样一根筋吗？赵昭，为什么你宁愿冒死被贬，也不肯娶我？臣不忍耽误公主。说实话，
朕已经心有所属。为何不娶？隔山隔海，不可平。I love you. 你在说什么？好梦的意思。明日他的生辰，晚点，再晚点告诉他吧。就你冲动，现在没脸见人家了吧？事情。深情，我知道你在，别生气了，好吗？行啊，你送我份生日礼物。你应该知道，我办不到。嗯，焰火，你们那应该有吧？你放给我看。好。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我多想生活在你的身边。我却庆幸你不在。为什么？没有这么多理论和身不由己，不用担心你。可我不怕，只要有你在。I love you， 祝你好梦。你现在很开心吗？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时候。好梦。将军，陛下下了死命令，三月之内必须扫平寇贼，否则圣意为败。他分明就是要将您置于死地，夺回军权。粮草兵马准备得如何？随时可以动身出发。你走吧。是。等等，替我准备一套喜服。这是为何？还有一事需要有个了结。如果能吃到，他一定会喜欢。昭昭，这几天你干嘛去了？都不理我。在忙。在忙什么？你怎么穿得跟结婚一样？新金鞋。我成亲了，今天成亲了。你说什么？我今天结婚。可你不是说不结婚？只是没遇到那个人，等你遇到了，你就会明白。我早明白了，我想要一辈子在一起的人是你。我们不可能。既然这样，你又何必对我撒谎瞒着我，欺骗我？这是最后一次我在你面前哭了，一定
切到此为止，我们别再见了。就是我爱你的意思。在梦醒时离开你的城市，他知道用洒脱成全你所有，你骗我。教授，教授，告别是爱你的唯一选择，你一定要好好活着，哪怕这辈子我们都不再见。